大家好，欢迎来到马丁讲美事。说到跳伞，不知道大家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是刺激还是危险，或者说是其他的什么？对于马丁来说，跳伞显然是一个刺激过了头的运动。No，让人心向往之，但是又望而却步。然而就在最近，芝加哥一名一百零四岁的阿婆多罗西·霍夫纳成功完成了一次高空跳伞，让我这个九零后是自愧不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多罗西甚至平日里都需要依靠助步器行走，这还不是她第一次高空跳伞。多罗西阿婆第一次高空跳伞的时候就已经是百岁高龄了。最初她跳伞时还需要别人把她从飞机上推出去，但在一日的跳伞现场，多罗西在美国降落伞协会认证教练的陪同下，成功从四千一百米的高空一跃而下。 I'm gonna to hand hand awake the the keep myself awake、so、I see, the, see the scenery. so can 目前最年长跳伞者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由来自瑞典的一位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而目前芝加哥跳伞协会正在上报多罗西的成绩，以期打破该吉尼斯纪录。在高空跳伞体验结束之后，多罗西的思绪迅速转向未来和其他挑战。这位生活在芝加哥的女士将于十二月迎来一百零五岁生日。 他说，他接下来可能会试着去做做看热气球，因为他还从未尝试过。生命的热度或许从来不因年龄而决定，即使已是年龄过百，多罗西却依然可以有着一颗勇于挑战未知的心。不知道您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燃烧着自己生命的人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这里是马丁讲美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